今天2023年9月29号，我现在人在凝聚力展演空间，好不容易结束了一支 vlog， 现在又决定再拍一支 vlog， 好忙哦。因为我们后天是我们专场，今天先来总彩。十月加油，我会活着的。拉，然后你要拉那么远干嘛？他今天偷偷摸摸的有吗？哎，鱿鱼现在是很久没上工了。对，好久不见。才让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耳机。很冷吗？既然很累。我很轻松，很轻松。看到照片？没有，没有照片。耶耶耶耶！我们现在在南投一个叫竹山的地方，而且其实我觉得我蛮蠢的，我刚开始接到我一直以为竹山在新竹。对啊，我一直想说在新竹表演。对，想说开车就好了，静静的。那总之我们到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二天，很害怕会塞车。昨天窗口还特别写信给我说他们塞爆，所以我们今天提早出发，就完全没有塞车。发现这个椅子它架也不错，可以当我架子啊。聪明人二号，聪明人二号，你是不是也想当聪明的人？我蛮想的啊，但我不是啊。1:17，准备声音。长亮今天鼓的颜色好美哦，好喜欢哦。是个绿 ，Tiffany。顶哥手上那种天星卡。是个佛冈。竹山真的很少来，我这辈子第一次来。哦，你有来过？第一次是儿童时代娃娃的时候。哇哦，你还记得很强哎。因为我住在亲戚家，就是我爸的朋友家。嗯。然后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僵尸，就是在竹山。僵尸。那种。是个为什么会有那种东西？小时候我妹，然后我们全家都住这边，住半年，那是因为我爸在盖房子。哦，但是只住半年了。半年。那你们有印象这件事情？有。然后我们唯一会买的东西是 VR 壶，就是一种很像那种膏状的，那小朋友很喜欢吃的那东西。哦。在竹山这个地方，这个东西特别好吃。哦。很好的米浆。对，然后我记得有点花生味。对，看我们小蜜蜂眼睛盯着多么的锐利。压力好大哦。不需要压力了。这个叫做鼎鼎的水壶。我们的任务。以后会失去它。对。不能失去。乖。乖乖乖。嗨，杨朝亮。嗨。我们现在干嘛？现在。车龙谷的钻石老城园区，今天是知性之旅。你等一下会看到很色的画面哦，底层一层层的裸露出来给你看，18禁。那我还是不要进去了。还是你要用我的化妆包？啊、嗯，好害羞、哦。害羞。好，什么都有。哎呦，好来，1、2、3，再一张，1、2、3。因为我们试完音到演出有4个多小时多，所以我们现在找了一个地方窝着。裸露的地层嘛，地层裸露出来了哈。我想要你再吃一个，面光亮再拍。看，顶顶也是很会拍哎。多喜欢那个人。嗨，他是 Larry。 小蜜蜂用爱发电。刚电影好看吗？
助眠。昨天几点睡觉？不好说。准备回会场啦！准备回会场啦！我们现在回到了会场了，耶！来，那边过站，好，谢谢。他们上姐，他们。哇！我该不会顶你买了什么了吧？哦，花生卷冰淇淋，芋头不加香菜，本人菜单，试试。嗯，谢谢，他们起来。耶！巴布巴布加巴布，这么好的事情。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！最后一首歌，哎，杨超开喝了。超便宜耶，多少钱？2.50元。2.50元，然后买六瓶，买一手。我把不了球50，你啤酒2瓶。这个比较划算、啊。然后买一手送毛巾。买一瓶喝喝。我们用竹山的茶来敬那个 Rachel 的 Tiger。目前是心中第一名日本生啤，日本罐装啤酒。是竹山的大家长，神之看这边来，感想如何？哦，现在是几号？9月30。9月30，中秋节都过完了，怎么还这么热？看看我的汗。绝对都是汗，对啊，可怕。我下完雨了，演完了。对啊，好热。今天没有太亮吧？有，还是很亮，看不到前面。因为我们明天还有重要的专场，所以大家全家买个东西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台北了。今天演完了，表演完了，开心。哎，截至2023年10月1日，今天是 Pisco 的专场，没有错。然后我现在好紧张，好忙碌哦，因为我刚刚才去买一台新的 Insta 360，结果没有办法激活，对，没有办法激活，所以我看得越看越不爽。好，总之呢，我们的妻子已经安置好了，启动了免费劳工，免费劳工在后面，刚刚把妻子贴好了，然后在签名中了，就请大家，等一下请大家签好签满。你的目标是抽到谁？合体三个，有没有三个人的合体？有五个人合体，有两个人合体，有，那就是合体。对，有鬼牌，鬼牌先不用，真的先不用。我们已经试完音，乐校也试完了，现在就是等待开场。今天的歌单，有，耶，微服出巡，微服出巡，好多人哦，太多人了吧？微服出巡，阿秋微服出巡中，好多人哦。还下雨，排下，哇，排到一路到那边还有吗？有啊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好长哦，辛苦大家。现在心情，距离开演剩40分钟，还可以平静，平静，清澈的湖水里，有鱼，对，有平静。好久没演专场了，对，你今天预计达到第几首歌会累累？我不知道。对，就是一个考验。行啊，我们行长也来了。耶、yeah, ，我是以 Pisco 粉丝的身份来的。没有，你是贵宾。我还没坐过机器，真的、啊。还在冰敷，好可怜哦。没事啦，没事，等一下会尽全力的。你觉得你今天到第几首歌会累？不会。哦，都从头干到尾。现在专心暖身。很棒。会紧张吗？不要想太多。我刚出门前超紧张。哦，真的哦。心跳飙高，流手汗。试完音就还好了。就好像就是头发弄好了，然后妆化好了，一切就是只要等着上台就好了的感觉就好一点。嗯。不然就是心里就觉得有点不踏实、不安。懂。好可爱哦！你参与到你爸爸的专场了耶。
还有十分钟不到了就要上台了，好紧张啊，doki doki 超紧张。但是这场演出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啦。120分钟，大家就是掌握好自己的步调， okay, 自己的步调自己掌握好。OK， 好，来吧，扬长来吧。好，来了 ，Yes, please go。现在已经在旗山了 ，Yes， 凌晨六点，顽皮集合出发。今天是2023年10月7号，今天是我们双十连假五连战的第一天，第一场农创世纪音乐节。今天虽然塞车，但幸好没有塞到很夸张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空档，就先来晃一下。没有血了，各位同学。Morning， 欢迎来到旗山糖厂 ，See you later。睡饱了吗？饱了。睡很久吗？对。一直睡吗？对，都不用吃饭了。太热了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代打鼓手老外。耶、yeah ！我很紧张，我很紧张。睡饱就来吃饭。没有 cue 自己说。太晒了，你有变瘦吗？没有哎、欸，看起来有吗？看起来很瘦，穿这一套很瘦。哦，那以后就多穿这一套演出吧。不知道是因为直线条的关系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还在紧张，老外，史上最紧张。我们现在要准备试音。试完音了，试完音了，惊涛骇浪的试完音了，然后也下雨了。听说很猛，哇，应有尽有哎，好猛哦！烧乌龟。地球演出好天气，泡泡演出好天气。好了，真的啊，真的。好了，总之等一下就鼓秀，老外喊 peace call， 大家就喊 peace 啊，然后一二三 ，let's go， peace。嗨，表演完了，刚刚也跟后面的朋友们公关了一下。我现在想说，开始下雨了，但是还想稍微拍一下素材，大家看一下哈。这是这次舞台非常的大，赞赞，舞台超棒。有些文创事情，文创事。这个太帅了吧！创世纪的音乐节活动，那边还有一台。好，我知道现在天超帅。好想要上去哦！还是可以陪我们一路到最后，唱用情的呼喊就好了。那同样再次跟大家来宣导一下，餐车餐车，让你们效仿好不好？拿到我们的语音之后呢，赶紧来到我们的摇滚乐团，这样子。十个。狂风暴雨太扯了，进来还可以表演，进来看看表演，大家都太强了，太扯了这个雨。
怎么有办法还这样子还能看表演？太强了吧！我完全不行哎、欸。大哥，等一下帮我停个休息站就好。好，哎，他就直接去饭店。啊，这个人听说现在要离开了，要那个治疗。暂离。暂离。等一下回，等一下晚上回来了。好，拜拜。来来来，大哥走了，谢谢。唐牛再会了，唐牛。好了。好，我们演出结束，收秀结束，然后该下雨也下雨，垃圾该收也收好了。我们现在要一路北上，要到彰化，这两天都住彰化。耶、yeah ！总之今天表演还不错，而且我们演出的时候没有下雨。然后演完才暴雨，所以挺爽的，当个晴天团。嗨，我们到我们今晚这两天住宿的饭店了，耶、yeah ！我们现在来开箱，开箱开箱，紧张紧张，打扰了打扰了，给大家看我们的房间，紧张哦，哦，好大哦，可以吗？很大哎，呀，这我精挑细选的。耶！我精挑细选的房间，耶耶耶耶耶！现在是晚上8:35，我们现在一群人要去吃饭。对，发量还没有几个，这个发量要再多一点哦，这个不够多。今天负责点菜是张小润，这个人喝了奇怪的东西，就是苹果西达与绿茶 mix， 因为想要喝有甜，但是苹果西达又太甜，其实蛮好喝，所以我就会 mix。有人跟进啊，小丽问我跟进。如何？对，他加一瓶。像啤酒。对，买一个像啤酒。哎 ，OK， 像啤酒。哪里？辛苦了，第一天结束了，还有两天呢、啊，大家加油！还有两天四场，今天只是开胃菜，先吓吓大家。今天是2023年10月8日，双十连假第二天，现在在台中高铁站。我现在来跟曹亮会合，来接曹亮。啊，这不是巨蛋鼓手吗？啊，干，好累哦。还有两个市场。昨天到几点？昨天我忘记了，应该1点多吧，1-2点。今天几点起床？8点。你说什么？唐朝啦，到台湾了。对啊，到台湾，台湾发出了，到台中了。对，自己真的穿搭，这次穿搭真的很强。累吗？没有，不可以啊，很凶哎，很猛哎、欸，因为它就够长啊，可以当裙子。哎，张小润，哎，你来后一晚两次哎。哎，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对，妈妈，我们回来。希望妈妈们都好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表演的舞台。准备上钩。没错。不要骑马了，不好的马呢？马等一下会看到。先马进马步吧。好舒服啊！这个很怪物状态。可以啊。小蜜蜂最期待吃便当时间，每天都早起，然后睡到场地，然后就吃饭。吃完饭上工，上完工下一场，对，下一场结束回饭店。对。我刚刚走完一圈后里马场了，就是这个活动叫台中乐器节，那今天就有很多摊位，每个摊位都有不同的乐器，但目前看起来是管乐比较多一点。我们要讲那个饭店奇遇记，我们昨天马桶盖直接自己盖起来，哎呀，半夜3点多，准备适应，准备适应，准备适应。好听，耳朵舒服。那你再一次，不要生气，不要你生气。你这时候还跳四遍？耶稣，耶稣，看着跳舞吧。就让我推这个飞的，按下 get。现在就跳舞吧。跟着节奏，轻轻大步。
现在就跳舞吧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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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练你们的歌啊，杨朋友真的很强哎、欸。好呀。好，那鸡蛋鼓手到你了。好 ，OK。来，准备唱。对呀。对啊。我们演完台中乐器节了耶、yeah ！本来是想要全部五首歌都排慢歌啦，还是排了一首快歌，结果那首粉丝很嗨，搞得我也有点累，可恶！现在就是我们要准备赶去文心森林公园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当主持人，有够累。然后晚上再跳舞台表演，希望一切顺利，好天气。昨日小巨蛋，今日小马场吗？小马场，小马场。嗨。现在来到摇滚台中了，咻咻一个咻咻咻就回来摇滚台中了。那我现在在飞翔舞台的后台，先稍微休息一下。哦，这好有趣，无限季的九九零 J 零 J， 有我爱吃的 Pocky。刚刚主持完了第一个主持，想说来会场晃一下，来拍一下今年的摇滚台中。因为今年圆满户外剧场不能用，所以今年就多了一个飞翔舞台，就是我后面的飞翔舞台。对，所以稍微来晃一下，晃一下。这 Pisco 连续第14年演摇滚台中，尤其是文心森林公园这个场域，对我们来说有非常非常多的很美好的回忆。那今年的舞台是在跳舞台表演，我觉得跳舞台对我们团的意义又很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团大概在摇滚台中前3到4年吧，都是在跳舞台表演，所以那个舞台的意义真的是有一种我们在这个地方长大的那种心情。耶耶耶！我刚主持完《荷尔蒙少年》了。我现在要赶去我们演出的舞台，对，因为我是 cue 大家7点集合，因为我们7:40要试音，就我现在还在这边。总之我主持完，我现在好紧张，等一下就要表演，超紧张，超紧张。嗨，早安啊！这几个小时在干嘛？啊，这几个小时我们都在思考，等会怎么演，好好演摇滚台中。哎呀，哎，当然要吃个好的啦，吃个牛肉锅之类的。刚好猛猛的。大家也是去吃了晚餐，所以大家休息一下来。快点，也是一样，准备摇滚台中。很好。发呆。在哪里发呆？四处乱逛，去了2间全家，1间宜家。哎。哎。啊，好啊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。不要修照片。总之今天就是瞬间、okay, 接到爆就对了。好，那摇滚台中没什么好说的， enjoy 就对了。没了，yes, let's go。 配合啊，你们是不是很懂那个人的思想上完了，体力用完，真的全力把体力用完。谢谢大家来今年的摇滚台中，再次谢谢摇滚台中最棒，明年大家再一起来玩好不好？拜拜，大家晚安。第14次摇滚台中。哦，今天不是热，今天是累。我真的太累。好累哦，但撑过去了。我的室友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很棒。而且灯光老师一直跟我聊天，他说 Pisco 歌很洗脑，然后他还唱给我听哦。爽啊！今天顺利，我们运气很好，没有下雨，而且好像是一开始有飘一点雨，
然后后来乐迷还说什么那个雨下的很浪漫，因为那场雨多美。觉得抱歉，我这次没有跌倒，我很棒。对，因为今天不是大舞台啊。哦，好爽哦！我们回来了，还有人跟你求婚呢。没有，刚有人说瑞秋旭嫁给我，然后后来那个 Temple 他们就不行，不行。回到彰化住宿的饭店，今天天气真好，真不错。现在又是一个20岁出头的乐团，出门吃饭，体力用不完。我的，吃宵夜的阿爪，蛤蟆面的阿爪。吃咬啊，被咬了、嗯！吃完宵夜超开心，稍微吃一点而已，没有很饿。但我还是买了第二瓶运动饮料加布丁，杨超亮猛的。两瓶96，三瓶100，你。好、哦，能睡好吗？秒睡。我们的怎么是白色？彰化舞团是白的。为什么？对，是。对，可是招牌是黄色啊。我们。哎，早。到嘉义了。啊，对啊，这里是哪里？哎、欸，觉醒哎、欸，哎、啊，不然弄错了。今天是侏罗摇滚。防晒，防晒，大太阳，天气好赞赞。哎。早吃扣肉饭，人类。爽。到彰化好像就是。就是很想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远方走来，莫非是阿宝 ？Good morning， 还有 good day mas。没有，我是说一早喝50来，我现在好想尿尿。我也是。哦，张一文现在进行专业 professional 的处理了，防晒工作。不然我哎、欸，那个你看，那个好可爱。昨天房间有点潮湿哎、欸，哦，真的哦，器材刚从行李箱拿出来的，弹力的、哦，不是弹力，就是那种湿疏的感觉，湿疏感，先让它晒一下，来要晒鼓棒哦，很湿哎、欸，流汗了，流汗了，杨超，你知道他那个一颗超大金刚刚忽然那种掉地，你干嘛哭啊？走出去是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，那还早，趁现在太阳没有很大，我决定出去绕一下，拍一下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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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卡，冲冲冲！先去舞台上面看一下，舞台好大，舞台好大。太早了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舞台真的很大，哇！好喝的，四味果汁可以分着喝。谢谢，我跟大家 share。耶！哪里过来？果汁，马上拿一冰给你一点。不要不要啊！不要嘛，不要嘛，看你的汗。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天气很热，所以大家那个身体要顾好。晚上还有一场，我们差不多，那就冲吧。哎，啊，准备了，来，一二三 ，Let's go！ 阿德佩莎。刚刚大概出几分力 ？OK 吗？也是有到七八分，对。但是我刚刚一直会因为太早了，然后、哦、还有点怪，会恍神。哦，因为太早了。对，整个会突然有时候会突然失神一下，很可怕。开心。也还蛮多的，我觉得可以。真的，真的，就是以第一台来说，非常可以。非常可以，可以。很热。
哇，除了除此之外都还行。对，在跟你们讨论，就是这应该是第一印，今年的第一印。哦，今年的 first 印。对，这两趟只能印起来。对啊，真的。然后他趁还能印的时候印，你知道，男生就是收的超紧，收超中，收超中。五连战第四场，侏罗摇滚打完收工五分之终于胜最后了。你很棒，我很棒啊！耶，今天给你滚，没一个啊！耶，你有看我表演了？有啦，你多个耍呢。哎呀，感谢你呀、啊！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浪人记，没有浪人记啦，去年演过了啦。拜拜，拜拜。我们要去高雄了，快死掉了 ！HP 剩下十了 ，HP 剩多少？十五。HP 五十，十五。五十。十。我们现在在去高雄的路上，我觉得这几天甜蜜的负担啦，就是限动回不完啊，在想怎么办才好，反正就慢慢回吧，对啊，打发时间。耶、yeah.。到高雄啦！阿英排骨饭加蛋，不饿，尴尬。但是笋干控肉饭好像又有点吸引。菜肉嘞，他们好强哦！我刚刚在休息站买了一只油腻腻的鸡腿，吃完之后我现在好饱，所以我就来拍他们吃。你们不会后悔的，绝对不会后悔。背上排骨崩，嗯，看点点吃的超香的，决定拍一下，看一看看一下，真的是厉害了，好吃吗？耶、yeah, ！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塔高了，到了。Final stop， 高雄。你已经想好要做什么了吗？睡爆。我也是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理解了，理解了，理解这个音乐剧了。理解了，理解了。嗨，在那边先跟大家致歉了。打狗记的场域很大，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力气过桥去别的领域，所以我决定就这附近稍微晃一晃，拍一点东西给大家，这样就好。啊，太累了，对不起。Finally。现在心情无比的雀跃，也终于到底了，终于看到尽头了。蛋蛋，肾上腺素非常足够。真的吗？对，最后一场了，使尽全力。而且这是免费舞台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会很多。真的假的？呀，镜头就在那里。就很想要玩，但是又就是很怕等下没力。但是最后一场了，可以了。可以的。Good。快要最后一推了耶！对啊，最后一推。小辣，最后了。好亮、哦。忘记拿那个了，我去拿一下。跟过去就是 OK。没错，超赞，超赞，一定可以。对，就把大家就把体力用完吧，反正等下就一路顺回台北。总之今天一样，刚刚的歌单看了一下，一样照表操课。OK， 紧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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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talking 该 talking 的 talking 这样子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最后的话下，杨昌来了。啊，最后了，来，杨昌没唱。对对对对，最后一次试音，塔考哦。站的站的。而且有一些跑了很多场，超猛。
天才男宝宝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当时正值婚姻平权很严峻的时刻，当时我在台上骂脏话，骂了傅家母，我现在觉得非常的抱歉，不应该在台上骂脏话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相信台湾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国家，所以台下你们有些人以前不能结婚，现在已经可以结婚了，然后开始发现怎么办，要被求婚的压力好大，那可能家里这样啊，该结婚了，对啊对啊，不是很烦吗？对，蛮烦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对，我们走到了这一步了，所以台下你们不要随随便便放弃你们自己，不要放弃你们的梦想，不要放弃你们的希望。下一首歌《光圈》。没有没有，我还很紧绷，因为我 Penguin 耳机坏一边没声音，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很紧绷，我想说干，千万不要搞最后一段的合成器，然后结果我全部两只都没声音，我就很紧张这件事。那还有，对，撑完了，至少撑完了。对啊，没有很好，但是过关了，我们撑完了，我们真的尽力了，我们真的尽力。那我们来跑问老外，赞。哦，看我你们没有，我只能说 God damn。我人生中这一辈子没有这么累过，我脖子没有这么酸过，但是我还有一跳舞是很轻松的事情，然后结果。来，包车部队如何？累，好爽，累爆！我只负责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。累爆，很爽哎、欸。H P 归零，回家喽。好啦，你们回去注意安全。你也是路上小心。市长，成功啊，如何？哎呦，刚刚很心脏，大哥。赞。来，等一下，十方方队觉得自己的问题。非常蹭，非常蹭，开心啊！耶、yeah, ，开心啊！耶、yeah ，耶、yeah, ，开心！下班嘛，卡巴卡，耶、yeah ！旁边是我这两天的床室友，不是床友。哎，很开心可以跟音控同一间房，聊了，分享了很多事情。对，虽然95%是干话。都是你在讲。希望未来不要这么累。哪会，很棒啊！刚刚去接好周边了，好远哦。啊，从珊瑚舞台到乐团周边商品区好远，但总是接完了，周边卖也挺不错，好开心哦。因为一直在赶场表演的关系，所以就没办法好好享受音乐季的氛围，觉得很可惜。但打狗机真的很美，很漂亮，而且高雄真的是一个好美的城市，难怪我在高雄出生。脚掰咖了，还没舔我吧？脚掰咖了，脚好痛啊！今天真的太燃烧了，好累。等一下走回休息室，我们就要回台北了，差不多了。啊、哦，脚好痛、哦！啊，我们回到 One P 啊，杨长汉刚刚怎么蹲下？你怎么了？刚刚真脚软，整个都掉，脚软啊！腿真脚软，好可怜哦。骑摩托车回去吗？对啊，刚那个刚到。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就，你也脚软了吗？就觉得好难哦，我站起来。你这样还不脚软，我也是蛮敬佩你的。我想要练习一下。啊，张小安今天很漂亮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就是动机，有然后1000块，如果太高啊什么的，需要演员。我是跳蚤市场。目前身体恢复的状况如何？还行，对，今天终于休假了。哦，今天没工作。对对对，今天休假。哦，晚上要干嘛吗？回家打扫。哦，是假的。对，回家打扫。很像。嘴，奶嘴拿起来。我叫一声。Let's go。真的吸很紧啊。干巴爹，我爱你。哦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换位置。好。Let's go! Let's go! 够吗？
家发今天不太一样哎、欸。哪里不一样？我不知道，你今天感觉不太，头发变长了。啊。颜色。头发，对我染头发。哦，原来是染发，变年轻了。隐形肌要戴上。啊，帅起来喽！超亮。哦，曹朗今天20岁而已、欸。23了。要帮我们背乐器走出来，就有男生这样看，他们这样拿出来。哇，音乐系的耶。哇，看起来累累。秋天最棒了，台湾为什么不一年四季都是秋天？好久没有来新竹表演，我暂时想不起来上次来新竹表演什么时候。说爱，你说当一个爱睡觉的人非常难，我听到了什么？大家对于觉得难的事情，张小完全不一样了。老早就讲 one two sleep， 什么？对啊，他真的就是 one two sleep。接下来怎么走？那边过去，左手边。啊！拍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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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拍错了，拍错了。哎呦！见面了。现在在风 Live House， 今天是先来新竹九降风音乐节，看到吗？九降风音乐节先来试音，这个环境很好看的。再来试。好，这边一早就点旋的少女。我死过这个手术。是完音了，哎，终于，没有了。其实应该是没什么睡，因为呢，没什么睡哦。昨天在搞那个，我们家今天要登革热喷药，几百。哎，换好衣服了呀。这个厕所很棒，多多利用。赶快用，赶快利用。到台南就不知道怎么样。对，东河永和路、永和中路、海桥东站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新竹高铁站了。耶，非常的高速。为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高铁票有一个人单独坐不同的车厢，然后刚全部人抽完了，剩两张，其中一张是鬼牌。哦，所以我会抽到、鬼牌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敢坐。进站了，进站了。我们班次提早了30分钟，然后现在搭22分的车去台南。耶、yeah.。提早提早，好快乐！我早上今天已经绑好对抗强风的发型了。前面还没，但这样已经足以对抗了。还是要把前面都绑起来。真的，但你看一下小蜜蜂，这完全不畏惧强风的造型。对。我们今天座位是抽选的，结果我还是跟我的室友抽在一起，这是什么缘分？不可思议的缘分，天注定。台南好热，台南热热的。今天两场压力大，今天不会掉器材的。OK 的，稳的，稳的。你小时候有追过星吗？没有。你是 born to be a star， 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太强。下午3:18，现在到台南了耶！这都有点好喝，完了，只是有点甜，但是是好喝的。台南的三伏一糖就是五分糖，获得大量花生糖。后面舞台就是今天表演的舞台，哦，破十万。然后感觉万圣节快到了，今天那个变装的人好多。我今天要被他杀了，你看。哇。其实这个公园范围蛮大的，范围蛮大，但是现在就是先到处晃一下。然后现在这附近超像烤鱿鱼的味道，反正就是一些吃的摊位，还有好像也有文创的摊位，对，蛮热闹，人蛮多的。哇哇哇，还有烧烤哎！选举快到，选举快到，政治人物也很多，来要来拉票，选举快到。好玩吗？就一些摊位，
如何？台南糖度如何？微糖刚刚好 ，perfect。真的假的？微糖 perfect。居然吗？很不错，好喝。再喝大力啦。对啊，谢谢。对，真的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好好笑，好笑，好棒哦！台南演完了，我们现在在前往高铁站的路上，然后现在是六点整，差不多三十分钟会到，所以应该没问题。刚刚如何？心跳很快。我们平安赶到了台南高铁站，现在是悠哉到还可以先抽根烟，然后再慢慢上车的状态。但大人心得，惊险前三首，对，我的第一首小世界中间到第二首的日常用品的中后还都没有开。对，他的嗨嗨出来，嗨嗨锁都掉了。哦，还不错，那就是一样，心跳有点快。嗯，但是是因为睡眠不足的关系。便当还要拿着。很好，换完衣服了。好棒啊、哦！如何刚刚这样子？很刺激耶，各种刺激。但是觉得对乐迷有一些不好意思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就有一种很想要，对，但是我们就拍谁拍谁。大哥飙超快，司机大哥咻咻咻！刚刚台南场跟新竹场，你在那个控的时候的语调完全不同，新竹就很松，台南就是好，因为台南标定就只有三十分钟，哎呦，对啊，很紧张哎，装飞起来的特效。我们赶到了，我们赶到了，现在8:25，我们还有20分钟可以喘口气，50分演，赶到了，好爽，赶到了，赶到了，拍手迎接在哪里啊？我刚刚啊，哦，好弱。演完了，我们收工了。经过之前五连演，觉得轻松啦。哦，五连演之后觉得今天还好啦。耶！如何？两场？你先问他好。为什么问我？为什么？梁昌如何？为什么问我？吃虾时间。好，我要吃一个。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虾时间。小蜜蜂可以吃虾的。演完可以吃了。耶！来了，蛋蛋。哇，今天呢？我们遇到了像风一样的司机，非常的棒，帮助我们准时 on time， 还行，还蛮好玩的。哦，下下爱心，那就是司机大哥啦，刚你讲的。哦，真的耶。对啊。噔觉得那个台南的，我们去台南的时候被请喝茶抹很好。好累耶。对啊，好累。对啊，累到会溜去，我会溜去，我也会抖。对，我知道。没有手没力。哦，蛮好玩的，蛮好玩的。我们要离开风 Live House， 我们接下来要回去搭火车了。自从经过上次双十连假之后。今天大家都觉得今天是一盘小蛋糕。今天的演出，台湾的演出非常多，活动很多。但是今天两场来看我们的人都不少，就觉得耶，好开心哦。刚才那个竖起，竖起立起来。我很热血。我懂，就是花一年的时间去寻找，然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是。不是十大霸。
现在人在爱歌印象，我现在在屏东市，今天是2023年10月22号，没有错，昨天才演了台南跟新竹，然后今天就在屏东市，对，早上9:20就出门，哇，好累。对，那为什么今天在这呢？因为我们11月有一场活动，在屏东的活动，然后我是这场活动的主要的那叫什么形象代言人其中一位，就这个荣幸啊。对，所以我今天来爱歌印象来拍摄访谈，还有主视觉平面照这样。等一下结束之后就差不多要回台北，嗯，今天就继续社畜的生活。转过来让大家看你的美丽秀发吗？哇、哦，好长啊！大家早安，大家早安。我们今天几月几号？2023年10月。完蛋。27。那你如果按上按，准备试音啦！今天的舞台拍一下，准备试音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边啊？试音啊。今天的请假，舞台本身。我们现在试完音了，来吃东西，早饿，但排好长。总之我回到西门红楼，人超多的。原油师真的很辛苦，所以今年天公有做什么？我就开始社群就很多人在问。在台湾的2019年五月的时候，在台湾的这个社群第一次举办局。游戏已经走回来了，我刚刚也去一间酒吧喝一杯放松一下，现在心情平静很多，好紧张，快表演。现在心情如何啊？轻松自在、啊。今天有去附近走了一下吗？没有。好诚实哦。直接从门口进来。直接从门口进来。现在心情如何？还可以，平静。平静，又是平静。有如清澈的湖水。又清澈的湖水。对，再度有清澈的湖水。期待。对啊，感谢大家的陪伴啦、啊。那今天比较轻松，三首歌而已。那我们就顺顺的把它演完。大家 go go go， 欢迎大家来到跨性别者的世界。好，来了 ，Peace。
功败告罄。嗨，今天是2023年10月30号，我现在人在后面乐悠悠之口。今天早上我们大家一起去参加了小润的登记，对，小润跟香香的登记。那现在晚上了，现在就是 party 时间了，耶、yeah, ！进去看看。有人来了，我要。嗨嗨耶！哇，十月过得匆匆。那个啊，当天又没了，已经过完就忘了。好啦，还蛮充实的，十月开心啊！而且最后这个收尾超棒的，你看哦，感人的收尾。什么话想跟新人们说吗？当然就是祝福他们永远都开开心心、幸幸福福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。十月如何？十月有什么感想？30我突然有种失意的感觉，永浴爱河，开开心心过日子。1030这个数字以后大家都会记得，是呢，我妹妹嫁出去的日子。啊，永浴爱河，身体健康。嗯，要领养孩子的时候记得要先找我。跟大家说好消息，我要闯祸啊！十月就很忙、很炸、很棒啊！然后谢谢我的团员们，就是的支持，在身边，对，也给我很多力量。对，大家辛苦了，拜拜拜拜。谢谢。有什么话要对新人说？我对新人说吗？啊，祝福你们，永浴爱河，白头偕老。